人。哎，你们现在看一看哪个是不好美啊？程岩，你选哪个？小妹小妹我给你们两个点提示啊，梦光美人是名模，大高个儿，细高条，腿挺长的。这两个都是大长腿呀、啊！这叫什么提示？白提示啊！快选好了吗？你先挑吧，来，我就选这俩了。选一个，一个，选一个。我选这个。你选这个？不是啊，小丽哥。小丽去看一下。哇、哦，人真好的。好像是这个。反正都一样，我就选他了。好，都一样。程野、王小丽，你们确定你们选择的是孟广美吗？我这个现在我能看出来。好。哎呀。那么，程野、王小丽、你们愿意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都相信她是孟广美，爱护她，保佑她，照顾她。一生一世吗？没事，他自个有枪，没事。好的，他自个能。二位可以把新娘的面具啊，不，新娘是吗、可以把孟广美的面具摘掉了。好，看看是不是啊？自个摘。三二一，人。哎呀妈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不是啊，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甜蜜的惩罚啊！这还有误伤的是吧？这俩都不是啊！啊，都不是。那是孟广美的俩妹妹，一个叫孟广坤，一个叫孟广梅。那我这是网路的。那接下来，让我们把掌声献给真正的孟广美登场喽！哎呦！哎呀！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哇！欢迎欢迎，这就是真正的孟广美，台湾十大世界名模之一。欢迎孟广美来到我们英雄山这里，来，掌声鼓励！哎呀，我们明星站台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孟广美，很高兴的这个陪围将近一年的时间，我又回到这个舞台上来了，非常想念大家，希望大家一周收看一次我们的明星站起来，就会天天嗨起来。并且啊，不光这个关注我们明星站起来，每天晚上现在《老大的幸福》正在我们辽宁卫视热播，那里面就有孟广美的出演，在里面演二媳妇明月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在这里呢，不仅要关注这部剧，也要关注孟广美，掌声再次送给孟广美，好吗？好。这么一道名门，那么容易见呐？怎么样？哎呀，怎么着？你不就是不就是模特吗？而且是世界名模。哎，稍等，稍等，二位稍等啊！我们这个刨根问底现在有问题，对对对，来，有问题要问台上的某一位嘉宾。大家好，我是刨根问底的老杨。大家好，我是最爱问底的蝈蝈。加在一起就是刨根问底拦不住。那个最近呢，大伙儿，我这个休了一个年假啊，这个搁外边搜集了不少这个明星们的爆炸消息，真的都想不想听啊？你就甭卖关子了，你都搜集哪些？赶紧跟我们说吧。尤其是今天来到我们台上的这些嘉宾，你掌握了哪些内幕的消息？赶紧爆料一下。这个里边呢，有我一个梦中情人，他就是孟广美，接收。听说有个小事对您不太好，就是说您的那个男朋友 boyfriend 前男友、yeah, so sorry、然后拿着那个钱呢，就钱走了、有这事吧？有这事儿，有这事儿，我证明。而且呢，凭什么你就证明了？你也不是孟广美，这个我知道。你是孟广坤的，你证明。但是很多人特别想知道，就是发生了这样一件对你不太好的事情吗？那对你的工作呀，包括你的生活，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？我怎么觉得有种来这边被严刑拷打的感觉？对，我们刨根问底嘛，一定要刨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。只管问，不管答，看看你能说点啥。上了贼船的感觉。我想这么说吧，我觉得每个人生活人生当中呢，谁没有一个磕磕碰碰的、那可能我那个磕那个碰稍微用力了一点，但是我觉得我也很感谢有这么样一个机会，让我能够磕一下碰一下，然后就有一种突然醒来的感觉，然后我就再度的就是热烈的再度的投回了我原本在做的一些工作。那我也感谢很多我们电视台我们的同行，然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非常给我机会，就是我那个搬到内地来之后呢，我的工作也接踵而来，变得非常忙，每天都跟时间赛跑这样子。Nice， 所以以后找男朋友不要找那样的啊，找我这样的啊。没有，其实我们也特别高兴，就是能够看到孟广美再一次非常光鲜亮丽的站到舞台上，对不对？没错。还有吗？最后一个根儿啊。你又跑到什么了？这个孟广美原来是走的那个体胎的哈，后来就转型了，做演员了，拍了很多大戏。对。最近听说排了一个《西游记》，在里边排了一个
蜘蛛精这事儿。这事我也知道，这事我也知道。对，而且我不光知道这件事情，我比你了解的还清楚。你长得更像蜘蛛精。没有，因为我们搜集到了，就是孟广美在这部戏当中的香艳玉照。没错，括弧大家想看吗？要不要看？哇！我真的很好奇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广美，你当时泡在水里，那个温度有多少啊？不是太冷，应该那天回温了，大概有-2度。啊，-2度不是太冷，不是太冷，因为前一段时间北京不是冷到-15度吗？所以-2度叫做挺暖和的了。那心态真好。所以说做演员真的很不容易。是啊。我们看到他们非常光鲜亮丽，但实际上背后要付出很多的辛苦。没错。那在这儿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孟广美好吗？谢谢。